们画个爱心。哇，这是天秤座最后的浪漫了，天秤座的浪漫就到这儿了。在我自己的概念中，我觉得营地比较重要的就是庇护所和厕所，这两个东西都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我们那儿有一个天然的厕所，一个植物形成的一个小洞穴吧，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适合当厕所，搭两个彩电的地方就 OK 了，把脸挡了就行了。佳琪，啊，住这儿怎么样？你别闹了，你快过来。你看厕所，我现在就要用。我可以在这欣赏吗？你欣赏吗？综艺史上很震撼的一幕哈，真的很震撼。这，你别从正面拍哈，好像拍不到。其实可以，你看我们站着尿就这样子。你尿呗。我背过去了。有点夸张啊。背过去了。哎，哇，创造历史了！你不会是紧张吧？有点紧张，说实话。我们三个人一大早的一个工程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荒岛上最温暖的家，因为不仅有它，有它，还有它。然后呢，我们里面铺了那个绿色的天然的大地毯，非常棒。然后呢，它有这个几个那个植被的就护着，这个湿气就会控制很多。我建议在外面再压几根木头，再压一下，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吹跑。不，我们已经会石头压得很紧。对对，建议再用直接木头，一根木头压。您说的特别对，我们一定听取专家的意见。专家，请跟我往这边看。我们还用这个岛上的天然的树根。我们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，更要在精神财富上有一定的追求。Bravo， 是吧？三角，立起来就行了，立起来。哇塞，三个角不同方向，很严实了已经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立起来，一人掰一根，给它支一个三角。太小的搭在底下，先放大的。然后这叶子呢，我们就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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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你觉得它不够，你就再多铺。用中间。OK， 直接先铺下面。一二三，一起往下，一二三，走，往下一点。我们从天亮搭到天黑。给大家鼓掌，鼓掌啊！鼓掌！现在稀罕的就是来场雨，试试。这是你们砌的一个炉灶，对，砌了一个炉灶，并且还做了一个篦子，是吗？篦子，非常的专业。这个篦子还是钉起来的，可以可以。那边的木头桩子做了凳子，但是我想知道一下，这个做这么远，我觉得有问题，这个距离设计的稍微有一点问题。不不不，桌子可以挪，这个是不是不稳啊？这个会不会不稳？哇，哎。好松啊！谁吃饭的没事扭屁股呀？谁没事扭屁股啊？吃的地方差不多了，我们看点出口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去厕所。走走。来观赏一下我们的厕所。你来，丁哥进去，看能看到吗？你怎么去？怎么上、啊？这样，还手动的。好厉害哦！对不起，你在用吗？Sorry 哥。要不小心掉下去可怎么办呢？掉不下去，掉不下去。给大家介绍介绍哈，首先这个门咱们是用的这个杆子作为一个把手的部分，推拉的。你这样轻轻扬，然后你也不担心它锁不好门，它会自动坠落。你看看，好，咱们敞着给老师们看啊。进来以后，咱们这个厕所是滑盖的。好，就这儿，直接一蹲，一蹲。我可不可以提个小小的意见？你说，正常情况下。就当我们用完之后，最好有把小铲子铲些沙子盖住。来，把锅抬过来。我们还没弄好那个碗呢，把那个碗。我们这里面会装满沙，沙旁边有一个这个，你看看行不？这个不错。私密性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，你们出去看一下，看不到我。找一个怎么使用？看不到我吗？蔡老师说不出坏话来了哈。现在是夜晚，都能看出剪影来。OK， 走。哇，噗噗噗！哦，哎，等会儿，别坐，别坐。
等等会儿我，你别坐别坐。对，我对你是佩服，无敌的无敌的。小心点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哈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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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敢试了。小智是吧？快点点。你们画个爱心。哇，这是天秤座最后的浪漫了，天秤座的浪漫就到这儿了。真的，这么一围之后，太暖和了这块。但只要不要让专家淋到雨啊。到时候你们不要站这边啊，我们裁判员一来坐这儿的时候，他得一眼尽收我们的这个海啊，得让他感受到这个大海。休闲娱乐，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，面对大自然，然后能享受这种特别放松的感受吧。嗯，请看，我们这儿可以泡脚，真的要体验一下。对，先把热水倒进去啊。热水，热气都上来了。这，确定需要体验一下。你想体验吗？体验。行。体验一下吧。对。纯手工打造的躺椅，我们都帮大家试过了，绝对不会塌。大胆的靠，有点意思。别说，还挺舒服的。提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好，就是如果后续啊，把这些扎带多余的部分把它剪掉，行，可能会更美。好嘞，好嘞。其实因为两位是女士，不方便。我本来有按摩服务的，床位都给铺好了。你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没关系。小马，来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！还有踩背，哎呦，太舒服了！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咱们得自己手工打造。你看，这也是我们自己制作的，本来是用来给两位当杯子的，然后又弄了笔筒。好用心呀！这种虽然看似不起眼，正是就地取材的代表，是不是？这个床也是我们在海边捡的垃圾，泡沫。这个也是利用海洋垃圾制作的金鱼灯。我觉得要给你们点赞。首先就是所有的好多的东西就地取材，再加上很多都是旧物垃圾，我们海岛啊，环保生态这一块给你们要肯定要加分的，仪式感好足啊！你们这个入口就挺吸引人的，请看一下啊，现代化、高精尖、有机实验基地。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整体打造的一个是相当于一个农家园，然后这边种植有蔬菜，香香酒酒种的是香菜和韭菜，专家请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樱桃小萝卜，然后它的艺名就叫红丁，然后我又姓蔡，蔡老师亲自开垦的，对，我们都已经播种过了这些，现在这播种的时候我们充满着喜悦，因为就可以想到那种丰收的景色。只要付出劳作和辛苦，就可以创造奇迹。专家，我给你唱首歌。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哎呀，真的，这就是希望的田野。而且小丁呢，也带了这个岛上的唯一的一个活物——鸡。它这个相当于农家乐打仗，它是可以慢慢长大之后，它有土鸡蛋嘛。土鸡蛋之后就会供游客过来，它就可以食用。鸡粪我们仍然可以变成这个有机肥。有机的生态的绿色的，还好投资了点哈。喝点热水，来来来，先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你看，我们这个都是椰子壳掉下来之后循环利用的。没想到啊，这个杨老师没有想到第二家也有水喝。不保温，不保温，快点喝，不太保温。对。然后这个浇水呢，它也是一体化的。这个雨水它不是下来之后，它留在这儿之后，它是一个蓄水池。蓄水池之后，我们就这样哎，轻轻的勺起来。请看专家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往这儿看。哇！冒水，自动化灌溉啊！而且这个池子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池子，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许愿池来用。你们如果想体验的话，可以投个币，就代表着财源滚滚，许个美好的心愿。对，你们仨支持一下吧。我们没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钱了。我们真的没带。真没带，真没带。
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想打造一个亲子向的一个东西啊，对，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这两个物品呢其实也很有讲究。嗯，你看烤肠机其实是小朋友喜欢的东西，很 Q。 那围炉煮茶呢又是现在的一个流行的趋势，它只是一个小空间，但是我们也利用了空间还把区域给分开了，这样也不显得混乱。海岛的这个本身突出的我们就说是自然，而且现在都希望和大自然去接触。我们就平时在这儿来打打篮球可以，那我们这边还有冲浪板，天气好可以去冲浪，然后你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昨天刚刚搭建的秋千。秋千，比如说你下海上来了，有小孩子在那玩玩，这很唯美啊，拍照也很漂亮。很美，无话可说了，我现在确实是可以，确实还可以，确实还可以，真是。我想知道，就是这个是这个吗？这啊，我们还做美发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最起码跟人家仪容可以修饰一下。还帮刚帮我夹完头发吗？锡纸，就我们把炭火放到里面，不会烫到头发。哦。然后我们这还有个打卡点，来给两位拍个照。这样吧，我趴着。哎呦呦呦，辛苦辛苦，净整这些没用的。人家笑得好勉强，看到了失败的影子。可以吧，这是打卡点还是可以的吧。这是最美丽的人，指向性。嗯，好的。然后咱们这主打的就是一个地理环境好，因为直接面朝大海。对，位置倒是没得说。然后基本上就是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全的，可以用餐，可以做饭，也可以休息，